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再次来到牧人青草地的时间。今天进入到历代志下第九章，那在第九章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超乎想象的尊荣与智慧。我相信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有超乎想象的尊荣与智慧。当然这段讲所罗门的故事，难怪是所罗门哦，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智慧跟尊荣。但是我们要先思想一个经文，就是若人服侍我，就要跟从我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若人服侍我，我的父必怎样尊重他。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题目来看，天父如果尊重我们的话，那我们的生命就是 如同这个主题一样，超乎想象的尊荣与智慧。那我们来看一个示巴女王的故事。其实这个示巴女王的故事哈，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地方都有谈到，南方的女王她来看所罗门，所以圣经就用这个来做一个对比。一个是约拿，一个是尼尼微。他是说末后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要起来审判那个世代，一样的讲到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审判那个世代，因为尼尼微也好，南方的女王也好，都在强调一件事情，听到真理的时候都非常用心的来探讨真理。所以这个比较起来，我们就来思想这个示巴女王在当时圣经所说所罗门最丰富的时候，各国都来朝拜。那特别谈到示巴女王，那我们看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不一样在哪里。第一点，她在这个地方就直接说了，他是用很多难解的话题要来考所罗门，因为听说你很厉害，我就不相信；听说你们的国度很丰富，我就不相信。结果他预备好这些题目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所罗门听他所讲的那些难解的题，圣经说没有一句不明白、不能答的。示巴女王就非常的惊讶，哇，他的内涵比我想象的高深莫测太多太多，而且不但是高深莫测，而且都有方向性，都有答案。看到果然所罗门的国度道路是非常有内涵的。第二个，看到整个皇宫的井然有序的排列，圣经说讶异的神不守舍，就是太惊吓了，哪有可能一个国度那么的整齐，那么的威风凛凛，然后整个大臣站在那个地方让人家惊讶的不得了的那种威严。第三，他在这个地方就说，我以前不相信人家说所罗门多厉害，人家说他有10分我就不相信，顶多7-8分，后来我来的时候才发现什么10分根本就是20分以上，所以是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。那我必须要做一个结论，你的神真的喜悦你，你在这个国度里面神喜悦你，所以让你在这个国度做国王。也就是说在整个国度里面看到神的喜悦还有人的喜悦。所以今天从这三点我来看，他看到所罗门的国度丰富充满的智慧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，整个朝廷的氛围是让家非常的惊讶的井然有序，那个规格真的超乎我们想象，哪有可能那么好。第三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喜乐的氛围，神的同在。有时候我们在讲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很多人来看我们教会是不是就是这样子，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要有内涵，结果一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教会内涵超乎想象的好。第二个，一进来井然有序的各种敬拜各种行列都超乎想象的好。第三，整个教会充满了喜乐。有时候我在思想，很多人进来到教会是不是也要看，听说你们教会很好，如果来的时候感觉更好，那个就是一个教会该有的氛围。那我们希望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超乎想象的尊荣与智慧。那最后他圣经所做这个结论就是，所罗门王的财富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君王，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，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语。我希望今天我们也有相同的一个结论，当教会丰富的时候，是不是各地都有人
争先恐后要进入到教会里面，要来听智慧的言语，要来看神的荣耀。我觉得如果我们相信神，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的时候，必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规格。我们希望我们为自己祷告，超乎想象的尊荣与智慧真的临到我们当中。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看这个所罗门的故事，我们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也是这样的祷告，好吧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很开心看到所罗门的丰富，但是我们更知道所罗门的丰富是因为他求告神，他专心求告神，他爱神的道路，听神的话语，所以神就赐给他百倍的这样的丰富。各国各地的元首都争先恐后要来看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说我们在传福音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尊荣，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的。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思想，一起祷告，献上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